是光去，就是怕了吗？一定要跟上，才不会被抓到。妈妈，你都放掉啦！这，你是咧啥囝？你今日装来找我，是不是希望我甲病院代理院长的职位交予市长？代表建议遴选，啊，万一病院以后伊的经营是好还是歹，这跟咱有关系呢？你真无简单，这对这婚姻的束缚行出来，活出家己的性命呢？你唔当愈活愈回去啊！那哪走？你爸就不了解。林草，老婆，我爸真的怕死人哎！你若想要开车，先为我身上扛过。陆青，你干嘛？我袂做伤害你的代志，我嘛袂让别人伤害。阿爷妈妈是真好怪啊！伊敢我伫去讲看到的婚姻啊，真正是亲很少。志宇，阿弟对我讲，你今年几岁？八岁。啊，你是确信你妈妈，还是确信你爸爸？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过我爸爸，他在我到出生的时候就死了。这个手表放在我身躯边已经是20-30年了，大概我若看到这个手表，我都想起你这个老朋友。千万不能够压出个人口口的呀，不然我会亲手处理你。你想看吗？你看当初分开的时阵算起来，那志远年岁差不多呢。志远伊的囡仔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有关系是什么关系？伊敢是你甲亲爱的囡仔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